马裤。我到底就买了条毛裤，一直没穿过，怕他们笑我。但明天我不怕了，就算他们笑我，我也要花费过的一分钱都用上。毛裤配我的短裙。嗯。经过长风破浪之后，现在吴老师收拾东西就是一整个非常的有序了，可以说是绝。看我这个特别老两只老虎了吗？他咋穿在这儿？我是有这有标的性。地木昂贵，地木昂贵，俺地木昂贵，塞达有感冒，我有感冒。里外让木西巴和小超，这个是那个麦，他的泰文。要看节目效果的，请移至正片。突然，我想天是咋的？都是优雅呀。对。暖和，暖和。